载着我直直驶过来，好佳哉，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设立啦。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华文朗读节今年首度来到屏东，结合在地书屋，以跨领域的多元主题，透过朗读走读的方式，细细品味屏东。十月四号下午两点，在青创聚落，由吴念真导演及三金设计师方旭中进行开幕对谈，分享从创作出发谈回乡与记忆，让朗读的声音扩散到县内每一个角落。欢迎大家免费入场。2018华文朗读节，让想象力自由。以上是屏东县政府广告。啊！你阁袂记关家锁啊？怎可能会被倒起来啊？实在足危险的啦！紧啊，紧处理啦！好佳哉有倒这个住宅用警报器，那无火真正倒起来都吃力啦！是啊，万一若发生火灾，唔敢那害着家己，阁会害着别人。住宅用警报器吼，真正是每一户拢爱倒啦。为着你性命财产的安全，请赶紧倒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消防器材店、大卖场拢买得到哦。快乐联播网关心你徛家的安全。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好，咱今天哩邀请的特别来宾，千呼万唤，终于出现了，他就是我们的国民党的这个文传会副主委哦，副主任委员黄子哲，子哲你好。哎呀，谢谢佑伦兄，阿哥亲爱哈，那呢听众朋友哈，打给万安，打给后，我是子哲，阿锦拍摄哈。刚刚呢在路上呢，一来呢稍微有点塞车，二来呢那引线的导航哈，一直没有把我导到正确的地址来。就是哈，悲哈，真的就是说哈，我们都讲说科技来自于人性，但是当有这个急难的时候，没错，一点都不任性。没错，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学生的时候，这个当你要真的要做报告的时候，有时候电脑就给你当在那里。是呢。对，然后呢，今天呢，我这个赶着要来上节目，结果呢，这个导航呢又没有办法哈给我正确的引导，所以说哈，人哈，我在路上就在想哦，我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依赖科技，真的。可是呢。科技呢，却未必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呢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我们这个让我想起，任何事都有备案。所以下次佑伦兄再邀我上节目，我一定会有备案。哦，我一定会准备五台 GPS。我们忘记了说，其实我们可以 call out 哈，也忘记说怎么会利用忘记说用这个电话连线一下哈。哎、欸，其实有时候真的讲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啦哈，干嘛公哈也像一个政府的一个制度一样哈，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你就硬。塞给我们，然后呢，当这个很需要的时候呢，又没有做好配备，然后呢，就直接的草草的，就是上来的哈，请出工哈，大家可能会比较有这个小朋友的哈拖延的一个政策，八月份就执行了，但是我们都找不到任何的一些配套措施。是啊，是啊，赖清德他推了那个托育政策，很多那个什么私立的这个那个叫托儿所是不是？对，这个他们是很不配合的呢。好几个县市，那个我记得好像配合率最低的是金门啊，而且有些那个老师啊，或者是照顾者，让人家那个薪水也都不知道要给多少，然后或者是到底要怎么样补助都没有讲清楚啊，没错，没错，大家都是反映到说，哎，怎么会？真的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配套措施，就把这个制度，而且是在8月1号，好像是还前一天就临时了，太仓促了，太仓促了，真的，这是不对的。就是说，变成你，即便你政策哈的目的好或目标是对的，好是好的，可是如果你的这个运用的方式、方法、时机，好配刚刚讲了配套措施没有弄好，那民众是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不仅是刚刚讲了这个幼儿的政策、托育的政策，对不对？还有今天我们很关心的也是啊，是不是？我们这个促转会的哦，也是啊，这个临时对不对？这么仓促的成立这么一个机关哦，那结果现在人家说他们不是东厂啦，哦，不是东厂，那西厂，那有比较好吗？但是血滴子一样是很厉害，是的，对啊，其实公丢公哦，这促转会哈，大家都。
都会觉得说公平正义很重要，因为呢，以前国民党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家大业大哦，讨到有功有功哦，请出公文传会哈、哦，以往哦来电应该哦一眼望去。也是二三十个人至少有吧，对对，编制不少。嘿，起码就是人越来越少。对啊，起码只剩下十几个哈，而且每个人的工作负担都很大。不过有个好处是什么？也是因为这样子。事实上，现在我因为有在文传会服务哈、哦，我们文传会里面非常多的年轻人，哦、你很难相信。大家老是说有活化了吗？对哦，大家老是说国民党没有年轻人，我在里面都算中年大叔的哈。哦，真的、欸，你不是本来就是中年的。你不要因为我迟到就这样说理我。不，我是刚刚我们两个默契很好，说不定有时候可以来做一个双打，对啊，然后就效果比较多，来攻劲敌，不用攻劲敌哈，我们应该拢得玩 gay， 干嘛就还呢？丢丢丢丢丢，但球怕的后卖完 gay， 没在没在。其实讲到这个促转会哈、嗯，因为呢，大家哈看在习主席选公这个国民党一党独大嘛哈，然后呢有很多的。党产，然后呢，这个党产呢，虽然哈、哦，已经那个执政换了人哦，可是也不知道挪来挪去，挪到哪边去，所以呢，他周围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的组织哈、哦，哇，每个就是立刻快很准的，就是要先查扣，然后有问题的就要先把它哈、哦，把它提出来。是但是呢，哈、哦，这个很多的朋友在想讲哈，哎，如果说哈、哦，这个国民党是还算是真的，还是有他一定的。一些人脉可以帮助，如果说是一般人、欸、那真的是好恐怖哦。对啊，不知道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对啦，也不是说什么人脉啦，毕竟这个国民党是一个政治团体嘛、嗯、那我们还有现任很多的公职、哦、包含立委啦、哦、议员啦、哦、里长等等，就是说即便我们不执政了，我们是没有行政权、嗯、可是呢在这个立法权上、哦、比如说我们还是有35席的立委、哦嗯哦、那当然我们的组织现在党的组织但很困难哦。据我所知，这个党主席每个月要去负责非常多，听说是要去千万。对，我们真的是现在这钱都是没，因为我们很多的钱都被这个扣住了。对，党产会这个假扣押嘛哈，叫执行。那当然，我们国民党也相对的提出了行政诉讼。好，那在还没有诉讼完成之前，好，那这个钱几乎是没有办法动的。对，那变成这国民党真的是捉襟见肘了。嗯，可是即便是如此，你看国民党在。现在县市长的选举里面哈，事实上很多县市哈，包含这个六都里面好几都啊，高雄啦、台中啦、哈、台北等等。我的意思是说，国民党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啦。哦，那越是艰困的环境哈，搞不好这个激起的斗志越高、啊。候选人比较有钱啊。候选人有没有钱我就不清楚，没有啦，其实大部分候选人真的是都是很辛苦啦，我说真的、啊、这个这因为有一些我有比较参与的齁、嗯、对，就我都看，我甚至我知道那个募款的这个数字、嗯、真的很辛苦啦。那今年选举又比较冷、欸、真的好冷欸，丢啊就令人齁，我刚才你都没有公狗、哎、啊丢啦，公狗嘛是矮齁，嘿啊嘛是矮，这样公刚兄好不起来啊？对啊，就无公告啊，不然那贵姓哇，所以国民党会保分。我给那里起来。好啦，好，讲到这个促转会哦，其实因为像子哲呢，都会在他的脸书粉丝页当中哦，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看法哦，然后呢一些观察也会及时的在那个等于在网络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哦。有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公文我们可以看得到，促转会里面真的是绿油油的哈。对，我先跟大家报告哈，刚刚佑文兄提到就是说，当然过去国民党一党执政的时候，当然是个威权的时代。那现在大概90年代台湾民主转型之后，那当然有一些威权时代的问题哈，或许必须要去处理或解决。那所以说才会有所谓的党产会或促转会的成立。那党产会跟促转会还是不大一样了哈。那党产会当然是针对了党，对吧？党对，虽然他在这个党产会条例里面没有针对国民党，但是很清楚的哈，但是就剑指国民党嘛哈。那促转会基本上是针对过去威权时代转型之后，对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包含民进党念兹在兹
的，比如说我们的中正路、中正国小、中正大学、中正等等等，要不要把它改中正纪念堂？对，中正纪念堂，对，要不要把它改名？要不要废除？哦，就是过去他们认为所谓的威权象征哦的一些什么路名啊、学校名称啊等等，要不要转变？那包含一些过去在威权时代的政治档案，嗯，他们也要收集哈、嗯、等等。那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就这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或许的你的目标是对的、嗯，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对、嗯。但是你在执行的过程，手段对方法程序不对，对不对？我们常说读果树理论嘛，嗯，那你如果这些错了，你会把整个你的目标也通通都打乱掉了、嗯、甚至是错误的。那所以说刚才叶文修一直提到，就是说的确我很关心齁、哦、促转，尤其促转会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当然爆出被这个媒体爆出来最大新闻，就是他的副主委张天青、嗯、对不对，他在自己的内部会议里面跟他几个小啰啰齁、哦、然后呢就那么你一言我一语，那基本上他说是开玩笑私底下的言谈啦、啊、哎呦这么爱开玩笑啊人家说言谈私底下闲聊哎，怎么都会被外露？对，还好哈，还好我们有正义之士啦哈，就把这吴姓女士哈，把就在内部人把她录音了才出来。我觉得我必须要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特别报告，过去国民党当党产会或促转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断的在立法过程中提出质疑，包含我们会认为就是说你这样的成立哈，不管是时机点也好，或者说他人员的构成也好，通通都是在所谓有他们所谓的政治目的、嗯、就是要打压清算国民党、嗯、过去都是怀疑、嗯、哼，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张天青把怀疑通通证实了，侯友宜副市长也很感谢他。丢啊，丢啊，黑屏掉嘛，变开后嘛，哈，丢啊啊！所以说张天青，算是民进党的猪队友了。其实他的内心想要当神救援，结果最后结果爆出来后变猪队友。但是我要讲就是说这一件事情非同小可，我要跟各位听众报告，全世界在做转型正义的不是只有中华民国、嗯、不是只有台湾，比如说南非、德国、东欧一些国家、嗯、你只要威权，过去有威权国家齁的政治形态转型民主之后都或多或少啦，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做。但我要讲的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做威权转型这个正义国家的人会有类似的言论，会有类似这样把这种促进转型正义的一个组织或单位当做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前所未闻的啦。嗯，对，我常说我们已经树立了这个台，你知道我怎么这台湾之光啦，所有这个威权转型全世界做的这些国家可以来参观一下台湾，怎么把自己变成一个东厂、一个太监的东厂，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会认为就是说有些事情该做，可是如果齁你的心存恶念或者说你把这个当作你自己的政治斗争的工具，那所有事情呢这个最重要就是说你已经让民众齁不要说让国民党，你甚至让社会让民众对于这样的组织或单位已经失去了信任感。对，有时候他的一些像这样子一个特别单位的一些成立齁，哇，他的那个法令有的还凌驾于一般的一些法令，对，而且好像无限上纲，对啊，然后大家都干嘛讲齁，其实有很多是一些时空环境的一些改变齁，目前的国家可能他都会经历不同人的一个统治，然后有些人是比较独裁的齁，我们在讲德国希特勒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呢齁，其实德国的一些转型正义啊也是台湾很多人齁都在说的一个参考的模式，但是不是绝对是对的也不一定，因为每个国家的一个民情风俗不奈就不赶快啦齁。然后呢像是子哲也特别有提到了说齁，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12条规定，促转会呢应该依据法律独立的行使职权，促转会的委员应该要超出党派以外，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任期之内呢不得参加任何政党活动，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要讲三次吗？好，就是说没有错，刚刚又有人说这个果然是专业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说促转会是独立机关，对，在我们的中央政府体制里面类似这样的独立机关齁，包含我们刚刚讲党产会、促转会、NCC
嗯、就通传会、欸。现在越来越多了呢，怎么会这样子啊？丢了、是不是？是不是要封官授爵多设一点？丢啊！就刚刚公一般的那个什么刑法啦，还有是民法啦，好像都全部被凌驾了。大家以后没有错，独立机关它的特别之处哈，它所谓的独立就是说，它的人事上哈，它事实上虽然它归在这个行政院下，可是它的运作是不归行政院管的哈。那所以说呢，它的不管刚刚讲的，比如说它适用的法律哈，还有它的职权，事实上都是很特别的。那我们讲处转会，处转会它一个很大的权限是什么？调查权。嗯哼，对，比如说想到调查权的 combo 啊，对，比如说右轮，我怀疑右轮你在家里藏了两箱哈威权时代的档案，那我可以不经过法院，不经过检察官，我可以直接对拿一个公文，我就到你家里，我就要求你。把你家打开，让我去处长会的人自己写的公文，就直接盖个章就拿去了。是，国民党在、我看今年九，在两个月前，处长会就曾经到国民党的智库就干了这件事啊，没有经过第三方，没有。但是我必须要说，的确是在处转条例里面授权给他们。可是这也是最争议的地方嘛，就好像我觉得这是法治的 A B C 嘛。如果有人要到我家去搜索，你总要。这个什么检察官要对要开搜索票，对不对？你就是说，可是呢，在处转会，他又不是司法机关，甚至能准司法机关都没有，可是他却有某种程度的司法权，那这个就很危险了，那这也是我们觉得说，这样单位是否适合有这样的权限，这样一直是很争议啦。那所以说呢，又加上。这个张天青的事件一发生，那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如果这个你把它当做一个斗争清算工具，那就很可怕啦，对不对？国民党什么武器都没有，还被你们抄家灭族，现在你们手上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这样一个机关，而且不要忘记这些机关的预算来自于哪里？这些预算就是人民的老百姓啊，就是纳税钱的预算。对，所以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哈、我觉得民众哈。当然因为处转会或者说党产会跟民众生活比较没有那么相关。可是呢它象征的意义非常大。当台湾民主转型二三十年来齁、本来在一个我说真的台湾的民主大家都还蛮珍惜的齁、在华人世界里面、我觉得坦白讲也是一个典范。可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号称一个民主进步的政党、竟然违法甚至是违宪。做出这样的事情、在自己的内部会议说把自己搞成东厂，这匪夷所思啊，我觉得真的是齁、可恶。就是会觉得说有点那个民主倒退，人民齁真的不要觉得说跟你没关系齁，就请求公齁一般民众齁在齁街头遇到了一些像是警察人员他们要盘查，然后呢警察人员常常会用一套齁就是跟你怕齁、你就是齁怀疑对象啦齁、然后你就自己齁把什么不当的东西掏出来，或者是说可能你有前科，但是你不是现行犯哦，他还是会吓你哦，给你惊。然后有些人真的是在当下真的会被吓到哦。然后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告诉大家法律哦，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如果说像警察要搜索的话，他还是要去跟检察官申请搜索票，那个要花很久时间，所以他不可以当下，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权益啊，不要被吓了之后，然后六神无主，你什么物件鬼拢讲吼，然后把自己的权益都给丧失了啦吼，这个其实就是个人人权的一些问题啦吼。没错，那今天可能啊，不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因为国民党还是吼没有整个瓦解，还是会觉得说，如果说如果没有马上吼这样子处理的话呢，可能就会怕说，可能就马上又湮灭证据。那个后面到底哦，他们有可能打电话给蔡英文总统啦。是哦。就先打给那个小英总统说可不可以做，然后马上原来叶文兄帮我们解密了，所以你够也长进人是什么啦？长进人是啦，我本来是怀疑，结果又有人帮我证实了，小英总统不是我够哎，狼是你台，我是看黄子哲的资料。其实哦，这个处转会哦，我们真的就希望说。
大家真的不要有意识形态啦，因为哈，干妈公哈，从小时候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啊，哈，经历过动员戡乱时期，哇，还够戒严时代，你马乌吧，乌啦，对啊，也有戒严时代啊，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个其实就会因为哈这个不同政党的一些措施啊，哈，然后大家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现在很自由哈，自由已经有点过了头，然后呢，就是说哈，每个人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都是很尊重。可是呢，就是说，大家要秉持着哈，就是公平正义，而且呢，就是说为大众的一些福利来做设想哦。今天呢，你就是抄了一个党，但是呢，很多的民众就想说，哎，如一个党都被这样子抄家灭族了，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他在法律上面呢受到了一些冤屈的话，难怪会有一些冤狱哎。没错，见微知著嘛，真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相关的一些新闻哦，因为呢。不要觉得说齁那个一些律法齁你不要理他他就不会找上你说不定有时候天上掉下一些很倒霉的事情呢还是会落在自己身上的齁所以这一点大家特别的注意了齁我们在下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这个子哲来聊聊齁有关于这个选举的部分因为他都讲那个小英是藏进人的而且小英近期跑了好多县市要好好的顾装一下下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我们下个段落再跟大家来聊。快乐上好康，吃到好吃的这个物件，真的是世界无敌快乐的。欸、真的、啊，咱若是要吃了健康，还要吃了养生，还要吃了好吃的时阵，我觉得好像菇类的选择还不错。菇类，菇类来对我就得多糖体嘛，多糖体的物件就一种提升咱的保护力。咱给它介绍一个哈，地公这个四大名菜哦，四大名菜哦，就叫做啥熊掌。哦、海参哇，鱼翅哇，啊，过来山珍猴头，就是被介绍这个猴头菇。猴头菇等于讲哦，它这个形状哦，跟它哦猴的头一样。嗯、你像哦，这个猴头菇哦，一个节名啊，现在叫做素中之荤。猴头菇的哦，夹起来那个口感哦，跟它跟它夹鸡巴感觉，你像不是鸡胸肉哦，是这个鸡腿肉的感觉。哦，夹这个鸡腿吧，在享受的过程中间，夹到咱这些多糖体、营养素啊，跟这好吸收的植物性蛋白质，一年跟它几三年。伊爱点这个1600公尺的高海拔，而且袂当曝到日哦。啊，而且伊这物件拢是野生的，因为伊叫做山珍，山珍就是讲伊无法度人工栽种，啊，而且佫袂当曝到日头，所以你看伊三年有少无？啊，一年干那是三年哦。所以讲，你这买回来了后，你点都会当买到，你去菜市啊买无啦？对你也要去迪化街打料的，是啊，打了后你爱泡水，爱泡水两点钟换水，爱换一盖，拢总爱。10点钟至12点钟的时间，所以你跟他换水吼，要刚好蓬发起来，你就真的天头啊啦。嗯，有爆浆吗？有爆浆，有爆浆。然后它吃下去，对不对？它整个那个汤汁就在嘴巴里面。嘿，这边吼是所有的听众朋友查甫吼想爱吃，这叫做花雕猴头菇。它的这个花雕酒怎么这么香啊？但这花雕酒吼是不惜重本，那这是台酒啤酒厂这类、个、这类、个、花雕酒。嗯，这类、个、花雕酒吼，让它把酒精给挥发掉、嗯，留下来的只有这个花雕的香气。你去拜拜那边安米刷哈，提上来就撒一个嘛。啊，你吃一顿哦，不是干那干单鸟，是吃起来足青草啊，足足健康足营养的。另外一个选择，夏天吼天气呢较热啊，像番茄吼，把它用这个番茄汤底哦，直接煮熬煮4个小时之后，把里面的茄红素都熬出来，所以你看它淋这汤头，这番茄香，番茄的清爽，有一点点微酸，又带一点点甜，对，你喝进去又是满满的茄红素哦。每一种口味各6包，总共12包给大家，是12包的市价问我靠这边哈，不二价2000块，运费自己出。那、今天我跟你来到这个快乐联播网，好，机要几千块。对，你就直接货到付款就可以了哦。家里的启通电话，给大家那么难得的优惠组合。电话是0800-0500-589，0800-0500-589，0800-0500-589，0800-0500-589。快乐上好康，让你越来越快乐。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五点过四十分，快乐联播榜前很直播，快乐新虾。好，今天好像是那个说新闻综艺双人组，我是右轮，你我是我是指责，欢迎收听我们的相声时间。那到底在空中哈，就是说，聊聊政治，政治有时候可以哈，我们可以这个让我们反讽一下嘛，政治人物都很有度量的哈。然后呢，也可以讲一些哈，让民众一般来了解的事情。安内哈，用你的讲呢，啊，这样我讲一个冷笑话，看你又出来呗。这我改给化名诶。哦，航空公司最不希望遇到哪一个立法委员？航空公司，最不希望遇到哪一个立法委员？有，我提示。是民进女的还是男的？女的，女的。民进党的，民进党还在任吗？现任的，现任的。我前几天还跟他一起上节目。现任的，现任的，停飞。丢！是啦，我陈廷飞丢，你来来，哎。今天你上欢喜的点，这个时间，感觉讲家己那也遐，你还那在搞啊？吼，搞搞搞！陈廷飞，廷飞委员，廷飞委员，一万五九块他的直播，这个观众朋友会觉得好冷，突然把冷气温度调高一点。哇，真的哦，好啦，我也佩服我自己呀。欸，其实我们来聊一下那个选举的部分啊，因为今年真的选举是虽然很冷哦，但是每一个区都是大爆炸齁，像是齁南这一国雄来共和啊齁，欸，韩国瑜我们的这位齁这个北农的前总经理对不对齁，欸，一标很清楚，刚才北派齁攻击力道还蛮猛的哦，然后呢大家都说齁，纵然啊纵然他可能在这次没有选上，可是呢会让这民进党欸成绩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看。是，我们就如果你从现在的民调来看齁，现在是两强竞争。嗯哼。啊，咱现在讲两强竞争跟他做干单呢，嗯，但是你来往前推，不要说两个月，你再往前推一个月去看那个民调，那个是一强一弱啊。我们的民调可能还落后是十个百分点以上。嗯，可是呢你看这个很快的齁，整个局势齁，那当然跟我觉得跟韩国瑜个人的特质有关系啊，你会发觉其实他有点非典型的政治人物。齁，这个年头越是非典型齁，民众越喜欢。欸，人家在那个台北市议会被王世坚议员质询的时候，一搭一唱，多么精彩！对呀，啊，就是要这一种，民众就喜欢看这一种，对不对？哦，很有愧靠的。对，那所以说，我们的韩市长候选人到了高雄去以后，的确带动了一股整个的风潮。嗯，那你而且他的选举主轴哈，也是设定的非常的正确了哈。嗯，一点是会变经济。嗯哼，啊，咱怎样高雄哦？高雄已经20年了，民进党执政，可是呢你发觉怎么样，他的经济的成长或整个环境并没有想象的好，甚至是营造出来的，我们常常看到啊，高雄当然我不能说他没有成绩，一定会有，可是说这样的成绩是不是符合人民的期待，比如说高雄的人口外移是最严重的，最近不是网络还有一个影片，这个北漂啊，一些高雄，北漂什么北漂的人在讲高雄的建设，对，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像这一种对于候选人或者说民进党执政成绩都是一种否定嘛。嗯，那我觉得韩国瑜呢，他又在这个部分呢，哈，加强他的论述，然后呢，又常常有一些新的 idea 啦，哈，那我觉得在就是说高雄哈，民进党执政太久了，你要我讲的话，我会说什么？想靠谁？陈局秘书长，我就觉得外面怎么有一个这个身形有一点蛋蕾好，一个飞鬼了，飞不起来。其实哦，真的就是说哈，在底下高雄得哭哈，因为就是我们在之前就有说啊，中南部得哭哦，你那是民进党诶，筹算变海牙狼哈，真的就是躺着选都会选择上。可是哈，因为中央执政的关系，现在有些县市可能都打一个问号，都不一定，有些地方甚至都是五五坡，像台中，对啊，台中嘛是啊，那台中卢秀国民党推出的卢秀燕委员，他的民调，他更厉害了，事实上他的民调几乎都
都是稳定领先，哦，虽然那个领先的幅度不大，大概到3-5%、哦，但是呢你看不管是各家做的民调，哦，几乎都是领先。那所以说呢，那当然台中大家很 care 就是所谓的空屋的问题啦，那国民党呢，今天我刚刚在来的路上也看了新闻，国民党所提出的反空屋的公投，哦，中选会已经在下午通过了，那我觉得呢，空屋这个议题对于台中，市民特别有感。那我们知道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在当地嘛，那林佳龙市长呢，他自己又买了一栋这个抗空屋的豪宅在台中，这个还蛮有趣的，那所以说，那加上这个秋冬时间，大家知道，这个空屋的问题事实上在秋冬的时候会特别严重，那我们知道我们是11月24投票嘛，那所以说这个问题会不会到时候会更加凸显或发酵，这也是很值得观察，很害怕那个，因为大家很容易过敏哦，会不会11月24号不出来投票啊？不然大家可以去林佳龙市长家里嘛，抗空屋，还是哦要投票啦，要把那个投票率冲高一点是比较好的哈。对了，请求我自己住在台中市哈，因为较早的时阵哈是分台中县市，我自己看到的这些经验就是讲哈，好像台中市以前的台中市。发展比较多一点点，台中县三线的部分，真的就是感觉好像进步可旧啊呢。对，所以说我觉得台中县是会有一些城乡差距，就旧县区对哈。那换言之呢，就是说我觉得啦哈，民主政治就是这个可贵嘛。你看刚刚今嘛也这么好，我就跟你换掉，换一个厉害，对不对？如果换来这个嘛这么好，再个换一个，对，这就是民主。政治可贵的地方，所以我真的呼吁，尤其刚才讲高雄李振宁啊，20年执政了，该换点新的口味了，那加上国民党这次推的人选，又超级棒的，不管是在这个形象，不是形象，在这个思想上，或者说在他的魄力上，等等，我觉得好像是北文泽南韩丢了南国瑜啊丢。所以我意思说，这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国民党也很负责任的推出这样的人选，包含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已经做了几届了，五六届了吧？对，立委。对，事实上他是一个很这个人很认真的，我在立法院15年，我看他的质询其实蛮有梗的，那他对于市政的了解也相当的透彻。我意思是说，他准备好了，是卢秀燕准备好了要来改变台中，也希望大家给他一个机会。真的就是国民党文传会哈，义务的副主任委员 Gaki Bo， 他们造错。那么在台北呢？啊，台北怎么办啦？柯文哲市长年轻票这么多，丁守中委员都去做一些特别的那个要接近年轻人的活动，去搏命了，去跳一些。对，哎，结果就是说，好像年轻人的选票还没有出来啊。对，我觉得台北是这样子，台北就是说，当然现任的市长柯文哲他在年轻族群的选票上是蛮强的。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哦，年轻族群的选票虽然现在在民调上是高的，是多的，可是会不会出来投票？就他会不会转成实际投票行为？我这个我有一些也是在科营里面的朋友，这是他们是很担心的一点啊。就是说年轻人过去的投票率通常都是偏低的。那你真的要让他出来投票，你必须要激发他的热情像上一次柯文哲就激发那白色力量，激发很多人的年轻人的热情出来。可是这一次，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了，真是选举好冷，好冷哦。对，我跟你讲，11月24号了，国民党去办个那个可能就是说周杰伦、蔡依林的演唱会，编辑很多年轻人去看就不会去投票了，刚好就是说把他绑住一整天。周杰伦、蔡依林，国民党现在都那薪水都发不出来了，还找周杰伦。然后呢，外加好够一大串哦，张惠妹嘛，请了哈，下面讲归前班招呗。你以为我们是在 Crazy Friday 吗？然后每个人唱一个小时，你看排满满的哈，刚好就是投票时间，好，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然后很多年轻人没有去投票，那个文哲市长丢五扣脸五下嘛呢？哎呦，这招袂歹，但是较开钱点样？安尼按民进党
靠五啦。丢丢丢，那请明进。对对对，姚文智委员、哦、有听到这一招吧？可以提升他的那个趴数哈。哎、啊，至于会不会当选，我们怎样？丢不负责。好，这是台北市哦，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嗯。就是说丁守中委员给大家感觉就是比较一板一眼呐、啊。对，那他可能在网军这个部分，因为哈、哦，但快点有这哈，柯文哲市长很厉害，他有很多的义勇网军。丢丢，这就是当然哈、哦，就是说在网络的运用上哈、哦，柯文哲的确是从上届开始哈、哦嗯，就很娴熟啦。嗯、哦，那也的确这一块的选票上，他的确是比较强。嗯，但是我是这样认为啦哈、哦，柯文哲有他的优势的地方哈、哦嗯，可是你反观丁守中哦、嗯，那丁守中因为他也做了相当久，借了七八届的立委哦，那事实上你想想看哦，丁守中委员到现在为止，嗯，他还没有什么自己的什么私事还是什么特别事被拿出来爆料、嗯、被拿出来怎么样、嗯、就我的意思说他的人品操守是没有问题，一个政治人物要做到，嗯，他已经从政三十几年了呢，嗯，三十几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负面的事情，你就知道，就我是说他的人品操守是值得肯定的。再加上他的学经历不用讲哈，他也是美国留美的博士哈，在台大当过教授，他的条件很好啦。那可是呢，问题又回来，大家还是心里一个疑问，就刚又有人讲，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激起大家的认同、喜爱或对他的疯狂呢？对啊，我也是刚刚安内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特质啦。对啊，青菜萝卜各有喜好嘛、嗯。重点是台北市民要什么？哦，希望台北市能够未来朝向什么样的一个都市？对，如果你城市，对，如果你是要一个搔头的，哈、嗯，搔头装可爱、装疯卖傻的，哈、嗯，常常会失言的，嗯，那请你投给柯文哲。哎呦，你讲哎，我不讲。完蛋了，网军又要攻击我了。对啊，如果你要选择一个哦，可以真正为台北市民做事的、认真负责的、理性的、专业的，夸开水莲工修夸卡古板一点，嗯，比较成熟，第二他成熟，他一板一眼一点，没有那么讨喜，但是他会做事。是，那请你投给丁守中。哇，嗯，我觉得很会讲哦，他这礼拜会来，我一定会帮你讲话、啊哦。到时候他选上了，进入台北市政府，那我可以把对义务改成留级了。那姚文智嘞？姚你都把他忘记了？哦、他有参选啊？不是，开玩笑，郑重对姚文。道歉，狼提出就贼了吧？政见呢？没了。姚委员也很认真。我这说真的，我在节目上好几次，我都希望，对啊，姚文智委员加油。他提出好多的政见，有很多的影片哦。对，很多人还是没有注意到。对啦，我说这个姚委员，你就只给他加油。我希望，对，因为我们希望这是一场三强鼎立的，对啦。我不要说真的哈，这个选举哈，后垮老的说在的家嘛、嗯。如果是这个实力哈，相差太大，他的竞争性就不够嘛、嗯。那如果大家的实力相当，那竞争力就你不诚恳，你得讨球，讨球。我说真的，我是说，所以我希望姚文智委员，现在到选前还有将近两个月嘛，哈，五十几天，嗯、那。趁这个事，我觉得啦，他后事可期啦、嗯、为什么不要忘记了？现在中央执政、蓝绿归队，丢、哦、一个是蓝绿归队问题哈、嗯。那当然，现在中央执政的是民进党、嗯，那民进党，我想了，他也不会让这个他们推出候选人选的太离谱，丢。所以说，我觉得啦哈，他们在台北市呢会加强力道、嗯哦。那我们也希望说，姚文智委员把他更好的、更厉害的那一面展现给大家看，赶快把。赶快把绿营的选民赶快吸走。我们剩下两分钟，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哈。哎，新北市哇，那就是变成那个无敌铁金刚了啊！而且就是因为那个我们等于促转会的一些事情啊，对对对，让我们的这个新北市哈，国民党的参选人副市长啊，侯友宜先生啊，哇，真的是变成金刚不坏之身了。对，经历过文大宿舍啦哈、嗯，然后到后来的这样子一个促转会的事件啊哈，加上我觉得。哎、欸，他越来越有群众魅力，就搞公台语耶吼，去什么所在用公台语？哎，嘉义人呢？嘿，嘉义人，他台语讲得非常好。对，啊，做有愧靠哎。嗯哼，刚开始我不是讲，我说这一次选举很妙。
妙的，就是你非越是非典型的人，对啊，大家越喜欢。那侯友宜市长也是，侯友宜副市长也是啊。他事实上他坦白讲，他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国民党，可是呢，你看他的不他的魄力哈，然后他展现出来的那个这种形象，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些在议题的运用上，包含那个电厂的事情，对，那个深澳电厂的事情等等，我觉得他在不管在议题上哈，选战策略上，还有他个人特质上哈，都远远优于现在的苏贞昌老县长了。我比较老县长你有一个老字，人家还说要跟侯友宜副市长辩论，结果侯友宜副市长都不愿意去面对呢。有啦有啦，不是辩论一定会有，我跟大家。保证啊，我说真的，尤其是新北市哈，这对啊，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战哈焦点，怎么可能没有辩论啦？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说辩论是要怎么样的形式来辩论，由谁来举办，哪些议题，找哪些哈。这个发问的来宾齁、等等。我说这个中间过程要谈好啦齁、要双方有共识齁、不能硬上齁、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期待的齁、那当然啦齁、我必须要说这个我们的老县长苏贞昌并不是一个嫩卡黑齁、他之所以这次民进党愿意派他出来，就是因为他过去有执政的经验齁、他个人形象等等齁、我也是说我们从来不敢轻敌，即便现在的民调是不错的齁、是没都是很稳定的领先。可是呢，你如果看上一次的新北市的选举齁、也是。所以说我觉得国民党齁、一定会很认真谨慎的面对齁、所有各区的选举。其实我都心里想说最苦的就是吴秉睿委员啊。好，只剩下你。我们今天节目进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访问子哲。谢谢。谢谢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谢谢。阿公，地动啊！要安怎？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